吧。对，其实我觉得法国料理它很高级，然后这是一个高级的瓜牛。高级的瓜牛。有低级的瓜牛。这样记者竟然拍了，太好笑了。高级的瓜牛，全家人都在这里了。住地方的瓜牛。前辈真的是有够超过的，把人家心底亏到脸红成这样，话都说不出来了。吴雄姐姐，快来救救幼莹小妹妹！这真的是瓜牛吗？哦，是，是，这位是爸。不是，我的意思是，完全不会有土味耶。哦，跟我们想象中完全是不一样，对不对？想象的不一样。对，吃起来其实还蛮清爽，这有点像鸡肉了。然后咬下去的时候，其实他们的 sauce 调得很好，对，那能够渗进去那个肉里面。瓜牛的身世吼，其实不用研究的那么 detail 啦，最重要的是这个主菜，快来吃吃看。哇，好嫩哦！我觉得我没有吃过这么嫩的羊哎。哦，哇，好幸福啊。嗯，而且真的没有骚味，那个酱搭配它又不会太咸，又可以带出肉的味道来，真的很香，对，好吃哈。它整个你知道吗？怎么颠覆？颠覆我们对于养小孩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养乐，你看动作好时尚，在讲时尚，时尚，这是挺胜利的嘛？天哪，有点不行。在这边跟全国的观众说声 sorry， 这么不舒服的画面，我们就在此 stop。艰难的比赛，我们还是给它继续进行，优加关注。现在比赛已经到白热化阶段哦，我们的老虎舞姿队从一路落后，现在已经变成领先的阶段。现在目前比出是4-3，超前哦。落后的这一队你要注意哦，现在他们已经听牌喽。如果他们再获得一胜的话，他们就可以拿到50万的奖金哦。他们拿到奖金，我是不担心啊，我只担心节目的时间不够长啊。他们拿奖那么开心干什么？新人真的好可怜哦，一整天都快被打到脑震荡了，就让我帮他把话说完吧。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挑战任务就是 U-Bike 车友会，只要找到参位正在骑 U-Bike 的民众，与他们合照即可过关，并且可拿到下一站的提示。此战事关50万，也是细菌大法队最后翻身的机会。话不多说，比赛马上开始。立群哥，立群哥，好酷啊！经理，带你过去，我来合照。我过去。U-Bike在哪里？U-Bike路上等，应该会有很多人骑 U-Bike 才对啊。我们去龙门广场那边最多人借脚踏车。等下龙门广场不去远不远？不远，在仁爱圆环那里，就在我们教会那边。龙门广场还是龙口市场啊？龙口市场超远的。龙门广场在中校优化12号出口那边。我们现在边走过去边看路上有没有骑脚踏车。高额奖金近在眼前，两队此战似乎也卯足了全力。我看到了，对不起。我跑不动了。Oh no！ 你跑不动没关系，我跑，我跟他们自拍就好了。我腿不要紧，过马路那边会有很疼，那人走掉了，对，往我那边去。我跟你那个南哥，我们随时注意一下，他们找到几个人了、啊。你不动了哈，一二三 ，OK， 有了。我给你合照一张，1、2、3，两张了，后面，来。可以给我们拍张照吗？我们在比照，拍张照就好。骑 U-Bike 的人拍照。来，1、2、3。这样也算哦，卖欧北来了，他领进去。还有两台，还有这两台，快点！一二三，齐齐啊，耶！还有三台，来三，不用走，三耶！三个，三个了，三个了啦！就在老夫舞姿拍完照的
同时，细菌大法队也早已完成了任务，解开谜题，但他们却遇到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我们要借用我们第一下吗？没有，第一下吗？不是，这一台坏掉，不能逼。这一台坏掉，是吗？对，一直都坏掉的吗？这一台是正常的。同学，不是这一台坏掉，它不是把龙头转过来了吗？是吗？对，它如果这台机器坏掉的话，它会把这一个啊转过来，你就不要再把它转正。没有啊，会人家会来修。你租看看这一台车。同学，你租看看可不可以行？衰到爆的细菌大法，先完成任务却闹得每一车骑得窘境。Oh my god！ 难不成老天爷真的要他们惨败于此？我们先看，我们来解一下。我解出来了。是什么？饶河夜市。耶！饶河夜市。你怎么看出来的？你怎么看出来的？真的吗？是。我是没有看的。这个是夜吗？是啊，我先看出是的。日式夜市，根据这几个注音符号组合而成，就可以得到下一站地点饶河夜市。天哪，比赛真的是峰回路转，没想到竟然又是落后的老夫五志率先出发，而另一边的细菌大法的状况又是如何呢？哎，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我们该怎么还好不好？该怎么还？你有要还车吗？哎，你要还车 ？OK OK OK。好了好了，好了走了，快走快走，谢谢谢谢，谢谢同学，走出发。哎，你们上车了哈，我没有办法等了。因为没车可惜，进度严重抵累的细菌大法，看来真的是凶多吉少啦。他们能在仅剩的两站力挽狂澜吗？享受。我想买衣柜，衣柜我跟姐一起用啊。要用什么牌子的衣柜？要那么贵？这一期为什么我故意穿白色的，你知道吗？因为在骑的时候屁股这样子，就是白色让你看，我怕你会认错，而且我故意都站着骑。哎，可是真的耶，注意看得到，真的非常的明显，你成功了，拿到50万。我应该会下跪大叫，我会。你的片酬应该就不止50万了吧？可是那很辛苦啊，那个真的。你说这今天很爽吗？很辛苦，两个人分再扣个人所得税，不用太正式没关系。一个人应该也有10几万，然后我还要拿去奉献，然后呢再给妈妈，对，吸奉献，然后再给妈妈，然后把之前不要再讲了，到时候输情何以堪啊！这段情何以堪啊！你会变成这段会变成你演艺史上的一个笑话。不会，哥哥感觉好像比较慌张。哥哥是效果啊，你在手上有遥控器，你叫他笑他就笑，叫他哭他就哭，而且还可以调音量，你知道吗？啊！走吧，走吧，走吧！吴彦君，哦。我不要！哎，他撕下来还没看是吧？还没看呢。我愿意改变。他没有男朋友。我没有交男朋友，我单身，我没有交男朋友。不是男朋友了，男朋友了，不是男朋友。我没有交男朋友，我真的没有交男朋友。他手机我都看过了，他没有男朋友，真的没有男朋友。没有交男朋友，我发誓，心底真的没有男朋友。预备开始。谁啊？讲话啊！猜猜看，我现在在模仿是谁？可以给你们一点提示。我以前是政治人物，后来没有选上，变成去当教授。好，谁？谁？好难哦。谁？秋意啊！秋意啊！猜出来了。恭喜他，对。再来。预备开始。哇塞 ，OK 的，是不是？我的老天爷啊！今天来到这边，真的还是来管他 OK 的，祝福这个节目收视率。Jason， 是不是？没错，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的播放声音都可以搭得出来。不过今天早上场在还有，是不是？我车速被拍到了。你怎么可能被拍到啦？你等一下我。太快了。小心哦！哎呀，注意安全，下下班时间注意安全哦。好 ，OK， 任务快点，快点，不要
要演了，快点！主人，欢迎回家。最关键的任务就是呢，待会你们要进到饶舌街夜市里面，要吃到台式爱玩咖每个字的食物。Cindy， 这关极致美食的规则就是要依序吃到含有台式爱玩咖这五道美食。注意，先集完的队伍即可拿到下一站的提示哦。他们来了吗？后面。哦，我可以先看提示吗？不行。主任，欢迎回家。不要吵！你要等所有队员。不要吵！可以哦。哎，五雄真的骑那么快吗？五雄有办法骑那么快？不可能啊！他们说他们到了、啊。先不要着急吧，我知道谁。不要吵 ，Cindy， Cind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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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这边这边，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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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卡在红绿灯。来，我来，我来。喂喂喂，不要再拖拖拉拉，老夫五只都快把你们给 KO 了。台湾，台湾放下煎饼，老板一份。还有包五千吗？太烫了，太烫了。Let's go。来，摄影慢一倍了。Let's go。小心，对不起。辣？麻辣没有。哎、欸，什么柿子？弱，左手。请问你们有卖柿子干吗？柿子干，先咖。都没有。韩式，韩式算不算？韩式算不算？韩式。快点。可以吧？韩式。韩式算不算？韩式算不算？韩式算吧。韩式，韩式，韩式，韩跳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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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姐姐郭彦甫，你有完没完？童音也算没？哎，等一下。老板你好，老板你好。台中新社出台 ，OK， 老板给我一份好吗？好。越式，越式，我们要一份。No， 一颗就好了。一颗日式铜锣烧，小的，小的，要等你一下。才刚到。哦，卡吗？快点，快点！现在找另外一家，要等吗？要等吗？会等很久吗？我在那边等，你去找。可以吗？可以这样吗？那不行，我们还是要等啊。OK， 我们再找一下。哥哥，市场口，这可以吗？市场口霸掌，打个比方。这也不行啊！哎呀，你这样太刻薄了吧？不行就是不行，爱玩咖就是那么的铁面无私，卖万坦呐、啊！你们还是赶快找下一托卡西仔。看到了，是，我看到是了。是林哥在收。老板你好，我要买一串就好了。好了啊，等一下如果有人跟你买的话，你就说卖完了。我说郭彦均，其实你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同一个时辰的同一个时间，人家老夫五支队早已经火速把剩下的爱。小杯姐，对，小杯的。玩，还是爱玩咖的玩够玩咖。给全部砍救起来喽！他们一定作弊，不可能那么快的。只要没有作弊。哎，我们已经骑很快嘞。你看，我们那个电报是要挂。哎，吃东西。罗比，他们不可能那么快的。吃东西也不可能那么快啊！哎，打电话来。我跟你讲，我们进来连看他们都没看到，他们居然在那边已经结束，不可能。等于说我们骑车子骑到他们这边，其实已经完成了，不可能的。除非他们有什么卡。没有。哦。我不知道我们卡，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卡。不可能这么快的，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我们停车了，然后他们已经不见了，代表说他们已经骑走了。所以我们停车的时候，他们已经这个任务结束了，然后已经结束了，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完全都没有摄影机扫过的那种痕迹了，不可能这么快的。他们在对面呢，台客男子半藏幽楼，堂弟，走开，休，我们现在干嘛？来换我们卡呢？我们的卡呢？卡呢？哎，我不玩了，这样我们卡不下呢。哥，不玩了。哎，回来了。哎，没有这样子的啦。不要试，它就是题目啦。台客男子北港香炉。台北。
什么道，明修道，先上计程车。台客男子北港香炉，台北港，台北南港没有南啊，台北南港车站，南港车站。哇，好聪明的Cindy哦，根据的是个名词，就可以解出我们下一个地点南港车站。你答对了吧？哪里有车？南港车站。南港车站，为什么？这房子是我们的啦。那我们的房子呢？房子在你的车上啊！不管啦、啊，反正你也不能过。走开！我要5688。5688，你给我过来！气急败坏的细菌大马队决定使用他们的最后秘密武器。还记得这张道具卡吗？它可以无条件搭乘小黄一次，前往任何你想要去的地方。究竟这四个轮子尬两只脚的比赛，像输像赢啊？我马都唔在 ，U Bike 保卫战，给我惊喜都来都精彩！喝一口看看嘛，是的，喝一口看看嘛，喝喝看呐、啊，那你就喝喝看嘛。好喝哎、欸，真的好喝。1 2 3 4 2 2 3 4 3 2 3 4 4 2 3 4，哈哈哈哈！你想不到这是一场比赛吧？你想不到我们现在正在休息。耶、yeah! ！我们这样子好了，我们走一步退两步好了，走一步，哎，退两步，哎，走一步，退两步。我真的觉得还是不能答应，我会被讨厌。我会慢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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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赢到了50万，慢慢的把50万都赢了，请你别再流泪，不要再流泪。我刚没有看我弟他们在里面，为什么他们出来了？对啊，我觉得他们有作弊耶，怎么可能？没有，应该没有，没有作弊。那我们连交错的机会都没有哎，不太可能。他们没有作弊。可是我们连交错的机会都没有。郭彦均，你放心，爱玩咖的工作人员都有好好扮演监督角色，疑心病不要那么重啦。OK，门哦。温塘多少丁？劳鹅夜市嘛，哈。起码去南港车站，安尼距离差不多往松山加南港车站，差不多4公里。4公里，4000公尺。伊那是骑卡达车，阮坐你的车，你这5688，敢有可能比我慢？无可能啦，我这是5688，足厉害足紧的安尼。自恋的郭彦均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竟然还给我自拍，太帅了！你要吗？我可以传给你。我要 remove 啊！对 ，yes， 我们等一下去 remove 吧。我们要去挑行李箱嘞。郭彦均，记住你说的哦，到时候可不要说话不算话。谢谢大家哈，多谢多谢，我给我提我提，谢谢。我们要找多谢哈，多谢。走了走了走了。关呐 ，U bike， U bike， 请问你在哪里有 U bike 吗 ？U bike， 你在哪里有 U bike 吗 ？U bike， OK， 谢谢谢谢。谁可以告诉我南港在哪里有 U bike？ 细菌大法队倒是到了，但是如果找不到 U bike 站，还是无法获得本次胜利哦。你们有没有看到彦甫他们那队？我们刚刚时速60哦。如果他们再比我们快，我跟你讲，这个游戏我就不玩了，太恐怖了。因为他骑摩托车太快了，我不敢跟他玩了，太恐怖了。如果五雄可以飙到60，我真的认了。不可能的，郭彦均，你放心啦，彦甫五雄还在另一头拼命的骑着呢。有 OK 吗？好。这兄弟真的很需要新衣柜，对不对？我要钱。上帝会保佑你的。慢点。哈利路亚！U-Bike 保卫战即将进入比赛最高潮。最新战况分析，细菌大法总共获得3胜，劳夫五支总共获得4胜。究竟谁能在本冠率先找到南港车站 U Bike 站呢、啊？细菌大法队能够再次拉回比数吗？还是劳夫五支队会在此战终结比赛呢？那边，哪里啊？那边。OK， Let's go。Let's go。五千万是我的。吓我一跳！喂，你怎么？不要跑！关主，你不要跑！关主，不要跑！你不要跑！你在跑什么？来摸到就算了，大声！
摸到了，摸到了，摸到就可以结束。那我们现在就是瓦西军大法得了第四胜。各位，我们的游戏到晚上八点，对不对？现在已经是晚上6:50了，剩下一小时再五分钟，比赛就结束了。呀，等等，快，我们要提示，我们要提示，有提示吗？好，来这边。对啊，我弟他们还没回来吧？还没。下午我一定要再回来，然后我就不玩了。四了。OK， 好。1、2、3。什么？是什么呢？我天哪！录影中卤味店，恭喜西军大法成功拉回比数，获得下一关提示图。但是万万没想到，老夫武志可能提出心得来了，竟只比西军大法队晚了5分钟而已。到底谁会先抵达最后一间店家，获得最后胜利呢？司机大哥，我问你哦。你知道南港路在哪里吗？在右边吗？你知道这家店在哪里吗？这家店，不好意思，很快。那个右边。右边。往回走。右边往回走，南港路上吗？对。OK， 南港路上右边往回走。谢谢你，拜拜。从那里。他说右边往回走。右边往回走。南港路往回走。他知道这家店，居然他知道这家店 ，You good？ 嗨。帅哥你好，你们是住这边附近的人吗？来，不紧张不讲，我帮你遮。来，你帮我看这家店有去过吗？有啊，这个是那个北大荒啊。你们知道？你们知道？天哪！大姐，南港路201在哪里？201，201北大荒。这边你是当地人吗？往这边穿墙啊。这边吗？不是，这边有路。爱玩咖真的没有想过录个节目可以把阔彦甫逼疯，他进惊哎啦！各位，我们是黄队，我们即将得到的东西是什么？行李箱。跟我都喊行李箱 ，1、2、3，行李箱，行李箱，走，行李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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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一个行李箱好不好？好！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最后胜利将会由哪一队夺下呢？我们赢了！战略好！我们要什么？行李箱！恭喜西军大法队率先抵达店家，获得最后胜利，同时也代表他们可以获得最后50万高额奖金，恭喜恭喜！救护啦！不公平！我们刚刚在那边等了20分钟卡牌过来，所以其实应该是我们要赢的。不是不像，这个两位大姐，怎样？本性出来了。原来玩游戏可以玩出本性。就在西军大法队开心获得优胜之余，武雄竟然哭了。我们这次比赛，是我们所有人对抗归一个人，哎，你是跟我们一队的，你是跟我们一队的 ，OK， 你也会有行李箱一个。我跟杨一组，杨一组，我上脸一组。我说这个白目的郭彦均竟然完全不顾彦甫武雄的心情做起了这件事。要硬条的举手 ，OK， 我拍起来。我，好，要银色来金色的。我要银色的。银色，银色啊，全部银色。我要海洋蓝的。海洋蓝是不是？你跟我去，你想象一下。各位观众看到这边，你们以为 U-Bike 保卫战到此结束了吗？意想不到的情势发展，现在才正要开始呢。这夹车呢？你们还有什么卡？你们只有两张卡吗？只有一张卡而已啊。你骗我们有两张啊？只有一张卡，我刚刚只有一张卡，我都还没有用过卡。你卡都还没用到？为什么？我们用完了。你那张卡还没用？为什么不用？还没有到12要用啊。还没到十二。还没结束啊。还有下一站，那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不算点啦。就点啊，等会给你们算啊。那第五站啊？还有啊。五站剩下9个点啦。你们说的。你要再加码。哪有他有在加码的？真的假的？那个。真的假的？所以我们得到支持吗？当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西军大法真的能够获得最后胜利吗？还是老夫武之队在运用心理战术呢？精彩好戏千万别错过 ！U-Bike 保卫战精彩大结局马上回来。后面还有三关吗？啊？你说什么？加三关？真
的吗？对，因为录的效果太好了。我不会。我一年都不要骑脚踏车。有关卡就超过八点了，你知道吗？先回来吃饭。有空卡超过八点了，延长赛啊，行了，你延长赛一季好了，平手延长怎么赛啊？一个礼拜好了，有平手吗？延什么赛？延什么？我们玩整个台湾走透透好了，一百个关卡好了，慢慢骑脚踏车，我慢慢骑很快哎，骑到被测速拍到哎，怎么可能啊？哎，可以送去吃啊，可以送去吃。U bike 我再来去换轮胎。你干脆说你去骑车好了啦。我骑车太夸张，我刚才骑到起火，我去换轮胎。外加一个礼拜星巴克。我跟你讲，你们如果再赢一关，就是5-5平手而已啊。有没有人讲话？当然呢，我们最后一站呢，我们也是要请到我们的第三公证人出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结果，好不好？来，欢迎阿虎。万家乡，几家欢乐几家愁，比赛就是这样啊。经过12小时的激战，现在我们来公布最后的成绩啦。是的，看一下之前的成绩，西军大法跟我们的老虎舞姿是4-4的平手，但是因为最后一战西军大法先完成了，所以最后一胜我们要给我们的西军大法。50万吗？没有吧，不能开哦。各位，先不能开。没有确定要用，先不能开。各位，电视史上最多高额奖金的，就是在这边即将要公布出来了，好不好？没错。但是他们现在好像有个加码，是不是？停！这张卡没有用，游戏不算结束。这张卡如果一用，等一下。工作人员掌声鼓励一下。等一下，重新开场，我们是哪一队？老虎舞姿秀，一杆进洞。这个，我看不懂啦，有点弱，因为全场最开心只有他一个人。不是，我跟你讲，他很开心啊，他是我们的小天使，小天使。到底老虎舞姿队的道具卡是什么呢？他有足以撼动整个比赛的结果吗？真的很爽，这个用出来。我跟你讲，他现在必须要这样演嘛，因为很烂，他也必须要这样演。你们绝对想象不到的啦，真的，你们说自己玩的。不要接广告，没有梗的，快点了，快点啦，兴奋哦，太可怜了，你们疯掉，我跟你讲，你们后宫来软棒。各位观众，来台这台哦。关键的制胜牌就是什么呢？四个字。比赛结束吗？1、2、3，百万威胜卡。哈，你要在这时候用这张卡吗？没有错。那不好意思啊，这个胜就要交给我们的。什么东西？什么胜？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我们已经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钱没有拿来。比赛结束。卡丁精哎，大家还记得上一集 U Bike 行天攻战，老虎舞姿队拿到了最后一张道具卡吗？就是能够单局逆移转胜的反败为胜卡。燕军兄弟现在脸都歪掉了。也就是说，你现在要把你的胜交给他们。所以我现在以第三方公证人宣布，冠军就是我们的老虎舞姿队。反败为胜卡。5688，就算你坐飞机，我也不怕你。我们的人全部站出来！我们的人站出来！你那么小心，你行了吗？你那么小心，你行了吗？我们可以送你们行李箱。Yes, I love you, I love you。大头了，大头了，大头了，大头了。如果说他们刚刚这个点没有获胜的话，他们随时用的话就是当场的那个点获胜，对不对？他们本来就可以5-3来，我们来羞辱你们，他们故意让你们要做一关。我们白天的时候，我们都不用，我们到最后一个点的时候，我们才有需要的时候才用。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赢你们两个点，我们才赢才对。没有错。
对，腋下流汗的可以不用一直这样，没关系。好，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太激动，好不好？好，那开心也不要就是开心。这样子了，现在进行一下我们的。这样子了，班长，你自己班怎么想？你滚啊你！你有执照吗？你没有执照。再说嘛，你们有什么等等等等，我们关机，我要录了。我们这边关机，不要录了，不要录了。走啦，回家了。还能像你这样，企业一起打开啦。来，你们看就好了。我写下来。乖啊，我你是垮，我垮了，乖乖。坐着啦，郭彦均哥哥要有哥哥的风范，转台湾都在看。你干脆来个9-0卡好了，然后反派文胜卡，你说对不对？你是他们的人。立即告拍我，不要告示，不要告示，不要告示。用这个打好了。等一下，你要 Q 摄影机啊？我希望是真的。来一下，来一下，我出现你。来一下，来一下，我出现你。各位，大家兄弟分一场，如果有50万，你可以送我什么东西？不用，送一个爱的鼓励。爱的抱抱。缺德。来啊！你们真的不能骗我。50万，真的。这如果打开来，50万，我真的会有点失落，因为真的是吗？因为我们真的来这边，会不会等一下我们是我们四个一起抓狂？对，不会，我们应该会还好，除非是真的。我真的不希望是被骗的啦，好不好？好。